听听好声音，好声音就是要听听。五 ，Go， 赞。好，丁恩宇小朋友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手边的事情先停下来呢？对，来，我们听哥哥要说什么呢？今天是四月几号呢？四月二十六号，礼拜几？礼拜三。对，礼拜三。勇气诗篇三十一章二十四。再说一次，勇气对不对？所以勇气，今天主题是什么？勇气啊，小恩，今天主题是什么？勇气。勇气，好，请说。诗篇三十一章二十四节。我们诗篇是说三十一篇。嗯。诗篇要说篇，不说章。随便。不行。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凡仰望耶和华的什么人的人，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哎，勇气是什么意思？大胆。大胆，还有吗？小恩，你知道勇气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人在什么时候是需要勇气的？在什么时候？很多人在什么时候最需要勇气？但是胆小的时候、害怕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。那、你们平常有勇气吗？有。最好是听说有以前小何不太敢到自己走到后面厨房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有人踢我，然后呢，这时候他要人家陪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时候丁恩宇就跟他说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，小恩？神在心里。你说有耶稣陪你去啊，对啊，然后小儿还会哭，自己不敢走过去。对，没错，耶稣在你心里面，你还会害怕吗？如果有耶稣在你心里面，会啊。为什么还会害怕？因为他无所不在啊。那就没什么好怕啦，不是吗？嘿，Hello，是不是？如果耶稣无所不在，耶稣在你心里面，那就不用去害怕他啦，是不是？所以勇气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如果心里害怕，那其实神会给我们勇气，给我们勇气去面对一切所有的困难哦。如果有人继续玩我的麦克风的话，谁呀？好，来，今天的那个快问快答很快哈。你想跟谁当好朋友？为什么？要说姓名吗？还是直接说旁边？说旁边的，就要说最后一个字啊。好，说后面两个字。最后一个字。好，为什么是轩？有两个雨。为什么是轩？因为他有玩宝可梦。你只要有玩宝可梦，都可以是你的好朋友，不是吗？那这样子就不一定要是轩啦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什么是好朋友？我们又要讨论。有两个雨，因为他们两个的最后一个名字都叫做。那我们要讨论什么是好朋友？哎，小恩告诉我什么是好朋友？就是好朋友，就是很好的朋友。我们有时候会去模仿你所谓的好朋友，但是模仿好朋友一定是对的行为吗？不一定哦，要很清楚分辨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好的行为。如果不能够分辨的话，即便是再好的朋友都可能把你带坏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呢？自己被带坏，走错路，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有错。走错路就是被带坏，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你自己被带坏了。等到哪一天真的再走回头，你就走不回来了。所以朋友一定要慎选，而且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朋友这件事情，你觉得嘞？我有啊。你都说有，那你小一小二的朋友还在联络吗？没有。你幼稚园的朋友还在联络吗？没有。因为我忘了。你看吧。我中班的朋友还在。一个阶段就会忘记你的朋友，不是吗？我
现在还记得我这。你现在还记得，但是还会还在保持联络吗？平常你们还会再联络对方吗？平常上厕所的时候。那上厕所的时候看到对方是不是？是啊。所以你们全部不要太听信，不要太听信所谓的好朋友这件事情，要慎选朋友好吗？两位小朋友，要好好的思考谁才是你们真正的好朋友，去选择谁才是你真正的好朋友，知道吗？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大概那个很多事情都不会用什么。那他是用什么？比动作的，矮矮脚。那确定你是好朋友吗？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说的是勇气以及什么是好朋友，好友好朋友这件事情，其实可以录了一大集，这一大集大概至少30分钟以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对，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深奥了。不过他们两个小朋友到底听不听懂呢？不知道，所以呢，为人父母的我们只好看着他们去。人生问题交的所谓真正的好朋友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今天4月26号的风和说恩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每次他我要结束，他都会跟我说啊，我有一个问题。好，最后那你问，就是你不是说你知道你这样大家听不见吗？没有对麦克风，没有人听得见你在说话。赶快说什么事？就是我们大家都要离线了，你还没让我们说那个真正的朋友。你们已经讲完了？没有，已经讲完了。你不是说真的？刚才都讲完了吧？对不对，听众朋友？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